大家好，科比传教士，今天要传什么教？就是身后这台车是什么车？马自达2。好，啊，今天不是说要卖车，也不是估车啦，我今天要来换这一台的大灯。好，之前那个教友问说大灯怎么拆啊？好，有些车是蛮简单，直接两颗螺丝很大灯起来的。什么车？像 Focus 之类的，蛮好拆，两颗螺丝就起来了。这种车，它要拆前面的大灯啊，它一定要拆保险杆。刚好有人问我说，比如说问他魏旭怎么拆，其实都差不多，大同小异。好，顺便你可以看一下我怎么拆。好，主要还是旁边螺丝整个都把它拆掉，然后教大家去拆一下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好，今天要带大家来看这个拆这一台的大灯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把引擎盖打开看一下，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。你看哦，这螺丝你看这里才一颗而已，其他都没有了，表示什么？一个大灯哪里只有一颗？这里塑胶的不算嘛，螺丝只有一颗。好，如果这算了也算两颗，可是两颗不可能起来。这一颗吗？对对对，这一是你看整个大灯在这里有一颗，好，这是塑胶固定的而已，这边都没有，这边算小颗的不算，所以它这样把玻璃起来，一定要把保险杆，好，这个保险杆都要下来了。好，你看了还跳弯吧？啊，你看我们现在停的位置是可以把车子顶起来，可是我今天故意我不要顶，我不要顶起来，因为有时候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一般我的教友应该没有这个可以顶起来，顶高机应该是没有的，所以我就故意不顶。好啊，可是不顶的话，没有拆我习惯用电动工具，电动要顶，就准嘞，有些东西我都会判断，所以的哦，塑胶一转它一直打转，所以它不会起来，这个塑胶的，有没有塑胶的？所以你用太快转速，它反而会牙，那个牙会刮掉。为什么这样拿不出来？因为你看不掉啊，最近爸爸一定爱跳，哇，拿它扁完，明年嘛，哇 ，DIY 什么越拆越多，越拆越多，啊 ，DIY 的明年。很简单了，看到螺丝就拔就对了。啊，这个啊，因为旁边一般来讲都是锁一颗而已。这个比较好用的地方是，它是锁这一面。有些车是锁上去，往上锁。好，记得，好，不是这样，就是上这样锁上去的。哦，好，它在起来了嘛？起来就拔。这都是塑胶的，这扣子而已。注意，你看，一二三四，你看一下啊，一二三四，好。这边就有卡榫，就有一个卡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对，下面的一般都是锁八号的螺丝。一般呢、啊，下面大概锁4颗到6颗左右的螺丝吧。啊，你那只啊螺丝都紧绷的，紧绷的啊！再来，你看轻轻的，轻轻的就好，翻开看哪里有卡住，看哪里卡住就拆哪里嘛。打开你会发现下面有一颗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有。来，你看我好不好？啊，就拔起来就开了，这样从左边或右边这样顺着一直摸过去就知道了。好，啊，都会开掉的，都会开啊。先打麻一点，你就稍微听话，这样就起来有没有？哪里会卡住就拔哪里。其实这个保险杆都差不多啦，那个有留影拆那个位区的啊，注意看一下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应该左右各一颗锁住啊，其他都是。八号的，或者是塑胶纽扣这样的。它机盖有啥物？没换掉，掉。你这磨过已经歪趴，所以怕换掉。啊，这个贴啊，是吧？其实用十字也可以拆啦。我后来我发现呢，很多教友真的有些还会真的说自己 DIY 的，还不错啊。你怎么发现？因为他跟我一样没钱，所以什么都要会。对对对对，还蛮多人哇，对，受到了心坎里了。也不能这样讲，其实有不一定说没钱才会这样，有些就是他自己做才有乐趣，乐趣，对啊，尤其越老的车越要爱，有爱嘛才会去整理。啊，为什么这颗不能起来？你看这里有一颗螺丝，我这样咬一下，哇，叫鸡，叫鸡，哎，所以你爸妈不跳了，你也得抱给你了。有些会比较懒惰，就是直接保险杆拆这样一半，拿下来，好像就不用整支下来了。原先是啊，懒得用，就是最简单。我先教大家拖懒的方式啊，比如说这一颗啊，假设你换只有换一颗而已，假设啦，你就把这一颗拔掉，
敢有人上换一边呢？假设有些会撞到啊，就是说一边灯泡不小心，还是大灯怎么了？可是这样左右不平均啊，可能刚好看。可是有些客人就是会换一颗啊，我看嘛，那有人拢有只拢一边的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啊，他先生只有一只手，可能就一边就够了。哈哈哈！哎，怎样？哇、哦哦，就漂亮，漂亮哦，对啊。把记得插头要拔。有看到吗？三颗，一颗，对，上面胶。这边一颗，两颗，好，还有这一个，三颗，对，三颗，这个算少的，大灯就一二三四，哦，大概四颗，其实三个点以上就不会动了。那我们尽量把它拆下来，好，现在拆到这里，我们把它拿下来。这边旁边一颗嘛，嗯，上面是纽扣，嗯，好，下面才一二。嗯，好，中间三、四，好，五、六，六，好，对，加旁边起，对啊，这样就起来了。啊，上面就是这样，两颗大颗的，嗯，对，这样就起来了。这边一颗，好，两颗，这边三颗，这样就起来了。最旁边三颗，螺丝稍微记一下。刚这个这两颗应该一样，这一颗比较长，我习惯了会大概都知道了，有没有？螺丝是不一样。嗯，那，啊，你如果万一你把这只锁到这里，可以锁吗？可以，可是这只有可能就不够长了，长度不够长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样很明显。好，哪边？加不？这个剩这个是内铁嘛，嗯，来替。哇，好，来替收尾加，这支加是来替。嗯，这来替啊，这边是那个大梁，这边就是人家说的龟座，啊，这边剑尾、剑尾。哎，哇，就是这样嘞。啊，车你有看吗？车有龙啊，无龙，就简单。你看这螺丝，那卖尊贵卖落产就是无。好，啊，这现在这个啊，水箱架啊，都做那个塑钢的。嗯，对，就是塑钢的。以前是铁的，现在没有了，完全有保丽龙都这里。那么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为什么做保丽龙？其实保丽龙是一种缓冲材质。对，好，今天就拆到这里了。哎，阿弟，哎，灯呢？哦，灯哦，你的车头灯呢？尬铁的吧？不是啦，哦，你的车头灯呢？那我去拿，我去拿，我去拿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拿过来哈。哦，快一点。我来了。哇，很新的哦。新的哦。这个不是原厂的。你下面，因为完全贵，足贵的，非常的贵，对哦。这护具诶，哎，哇，我开箱了，我还没开箱嘞。啊，你安尼开我就是，敢那材料两趴哦，只要大概几万的啊。对，你就是趁头家无伫咧离开了，头家都无伫咧。可是我冇赚咯，我无我都往下想诶，太贵了。你再看卖，对冇？新的人都敢换，对冇？下来啊，哇！顺便啊，把灯泡装一装。嗯，啊，灯泡是用旧的。然后旧了就好了，可以这样装了。医生没法管了。H4，对，通常台湾最多 H4、H7，好，现在有 H11、H8、好 H3、H1 很多。其他灯泡上面应该都有写了。这一种就是单颗灯泡啊，双芯。嗯。啊，如果假设你今天刚好拆下来，你要换，比如说换 HID 啊、LED 啊，刚好现在就可以装了。嗯。啊，我们是装，它只有一颗灯泡。对啊，它是单颗双芯。哦，对，所以远近都有。对，靠同一颗。那小灯呢？这个有小灯吗？有啊，有啊，一定有的。一般小灯都会附才对啊。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哦，没有，没有小灯。对，小灯。啊，对，这是方向灯。方向灯。一般通常是12点到6点，这是12点到5点，有吧？是歪的，有没有？这个芯是歪的。所以你看，我刚才插不下去，因为人家对准，通常都是直的，果然是进口车不一样。准备喽，我要上去了。合体了，见面三秒就合体系列。啊，如果不亮的话，啊，先夹着，看边拿过来。嗯，对，新的拿过来就亮呀。试一下，可以啊，来哦，没有。点灯，点灯，对啊。嗯。方向灯要打一下，
有了哦，对，有。哇，好啊，这个是这样哦，下去弹簧，哈、哦，这个勾住，这个勾住，对，对吧？啊，这里防水的，哇、啊，这插头，好、哦，这防呆的啦，应该 OK 啦，哦、嗯，对啊，啊这个也是防呆的，错边就放不进去了。啊，这个你刚才一样哦，它有三个卡榫、嗯，最大的，对吧？对，这个中间最大的，对吧？最大对最大的，这样就可以进去了。那、no. ，对对对，好，不列准没了。好，哇，是呢，无啦，这足俗的啦，是啊。好酷。那你讲我拢无咧收钱，是，对不？收工钱。哈哈哈哈哈。好，保险杆拆下来还是比较好装的。嗯。对，边两个人在边，杰哥要把它打开放进去，对。好，啪，就进去了。好，啊、螺丝再拿一个，再夹掉。啊，再好，还有一个重点哦。嗯，你要确定这个要进去的时候才可以锁。比如说，就光是一般的比较少，你要确定牙哈，确定要锁进去。假设你一模，我先把它推掉。假设歪歪的，你这样硬把它锁下去会伤到。嗯，所以你要确定它是正，对，是正的才可以用去锁。果然讲的马嘎你都爱用它。他不去套，嗯，对不对？你我顾啊嘛是，对啊，啊你就锁的时候啊，好记得啊，瞧一下，好、哦、瞧一下，就是把它瞧到最，两边要一样，嗯 ，OK， 这样就好了嘞。你现在比较好拔，如果你等下装上去，如果对啊，比较不好拔。其实都拔得到了，其实这边都从这边换，好，这边空间比较有限，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们把它拔开比较好做。现在要装保险杆啊，好啊，这个啊，要记得插头要记得插，哎，真的插头，通常会有两个人，那、啊、我们经费的问题，我就只有一个人装了，嗯，只有1.5个人，1.5个人，嘿，1.5你出，帮我出个手就好。对啊，这个回去就很简单了，旁边就看这卡榫就，啊，其实那泰山的药啊，是吧？泰山的药啊，跨过年的药啊，跨过年药，好一样啊，左右边都是一样，退准之后把它压去而已。好，扣子就很简单嘛，中间这个芯它压下去它就会胀开，它更多一点不要出来，哇，好差，怎样怎样，哇，简单了吧？这种东西很容易坏。对啊，塑胶的，因为引擎热啊，嗯，热就会比较容易坏掉。如果你拆啊，怕会忘记啊，嗯，你可以拿照相机先拍下原本的样子，再把它再装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。这也是一种方式，不然你就会真的是越拆越多了。你今天都没有讲干话，这样点阅率不会高、哦。啊？我做正经的人呢，你确定？我被你们带坏了，我被摄影机带坏了。啊，因为我是很正经的人，对不对？有啊，你知道教友喜欢看什么？不是看干货，要不然后来发现，看我开机的，等于就看什么？几开路贼，等于如何？比赛吗？是啊。人家拍片无拍到辛苦，要不？人拢嘛穿起来，哪有人像我来拍？有啊。没有啊，要让大家知道没有，也是可以做的。对，没有顶高机也是可以做的。阿林，你莫把它订阅分享哦，说不过去啊。对啊。OK， 反正就很简单。哦，遇到哪里就拆哪里就对了。明年嘛，看到螺丝就拆就对了。哦，越拆越多也是固定的。哦 ，DIY 的不变的定律。对吧？盖起来内部还可以。我已经先贴，阿美姐啊，某个整体，好不好？好，都我给你。买啦，买啦，有啊。哇，嗯，割皮最大的迷你，换新的最快。好啊，已经结束了啊，好，今天。
科B传教士就传到这里了哈。今天就猜，那教大家如果换大灯，就是要把抛线拆下来。啊，其实上次留言那误区也差不多是这样猜的。如果他真的不会，再留言我再教他。好，下次、下次要拿你的车来拍的。拿我的车没有啊？请他的车开过来，我拆给大家看。好、对不对？好、他开过来我帮他拆啊。他第一他会，大家也会的。对，好啊，你看，好，今天就是这个，好啊，留言的话送他一个旧的大灯，看你，送一个而已哦，不是送两个，啊，对啊，随机抽取两个，得到旧的大灯、啊，一个，一个，哎，对，啊，刚好两个，就一人一组，嗯，对啊，好，就这样，好啦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、啊，哈，好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叮当啊，小铃铛，记得哦，哈，拜拜。这是旧的大灯，你知道为什么新的好跟旧跟这个原厂的差那么多？差在哪里？第一，差在哪里？它的材质也不一样啦，因为原厂跟副厂、再来差最还有一个东西，这里你看是什么？可以下，可以下，这可以电动微调上下，原厂有这个设计。嗯、其实我们刚刚换上去的那个是没有。对，这一颗要差了大概五六千块。我过来你修，修它的这一颗就差了蛮多钱的，后面叫来是没有。可是不会影响它的灯光，嗯，对对对，好、啊，因为你头盔无敌，你马上退减一下，就开伤济冻袂掉，对啊，好，好啊，分享到这边喽，哈，记得哦，小尝试而已，好。